友嘛是就轻而易举呢。哇！哎呦，哎呦，哇！哦，哎，这边个第十二个唔开嘞。我可以说句话吗？啊，可以啊。宜君，请你学我。哇！体力这么好哎！欢迎收看《三星报喜》。哥哥，安长，安长，你这样子唱，我会很不好意思呢。今天这样子痛，安尼痛头痛面是安怎？不是，我已经足久无人无听人唱这首歌，我也感觉讲，因为我伫现场听，我袂输感觉你唱给我听。我咧讲。你没烦恼，我好给你介绍，我替你安排，我知影你的口味。你要替我安排？哎呦，你的口味真的假的？不是啊，你哦，你安尼遐尼出名啊，身材够好，没有没有没有。啊，最近歌够好唱，对不对？啊，到这阵哦，目前够无半个安尼。对啊，都找不到一个伴。真正寂寞会死，你真正无。对啊，寂寞会死。寂寞该会死，你听。就很寂寞。对啊，对啊，一定。对啊，人都要一个伴嘛。免唔免烦恼？我今仔有甲特特别甲你准备一个好，那这里真的，一转去做迄个联谊会，安尼安尼一对一对安尼相亲哦。成功率99%啦，这个好哦，不讲无的啦，我的条件，你条件遐尼好，哪有可能无，对不对？真的找得到吗？我来讲，我叫出来，替你烦恼一下，兄弟，来来，欢迎，快点，来，两伯啊，拜托个，来来来，在哪里？在哪里？来来来来来。好啊好啊好啊，就这样，就你一定要遐长吗？你嘛，你要吃麦块？我不要啦，这个我没人婆。不是啊，宜君来给你介绍的啦。宜君啊，我知影你会怀疑啦，我知影，我即摆介绍我的来历啦。哎，较早于天哦，三四十年前都是我甲开的。哎，不是啦，亚平，亚平家己来料理的。都是你开的啊。哎呦，哎，查甫人那真爱面子啊。宜君即摆给他出一支嘴尔，那好，我都证明。你两个麦都开杠啊无？哎，即摆给他是去为着伊来，你刚刚是讲伊家来。对对对，伊来伊来伊来。挂啦，我较着急啦。哎呐，你较着急无？你看得出来没？你看得出来？你看没？马上介绍三个帅哥来，给你见。好好好好好。好，咱来欢迎三个帅哥。哦，赞赞赞呐！来来来来，好。哦，真正好，这今天澎湃澎湃，还穿干的真正澎湃。不是，三个真的都很帅，条件很好。我跟你讲，越条件可以。我本来以为你会找像孔锵老师那种拐瓜裂枣的。拜托，你水准，你的水准我拢知影，对不对？我来介绍孔锵，就是已经失我的水准了，你知道？恁家己先自我介绍一下，嘿。好，盖小姐。哦，好，从你啦。嗨，宜君。嗨。我是好好。Hello， 好好。好觉得心哦，为什么叫好好？热情嘛，就是亲密的。小明嘛，熟的话都是叫我小明嘛。掌声鼓励一下啊！来，第二位帅哥，宜君。我是王小菜，你是谁？王说个小哦，还记得吗？我小区，给你扮美景。我们两个都认识这么久了，对啊，我不知道你今天会自己来，哎，真的假的？因为我心中有一个小秘密，嗯，对，所以小秘密带你，所以今天有这个机会哦，一定要来。小秘密带你加工哦，这边有你惊喜哎。来，第三位，宜君，你好，我叫小峰峰。不是陈宇峰哦，我叫陈西峰。我讲来，如果开出来条件，哎呦，这个180公分以上，啊，指甲要干净，要干净，腿要直。你检一下，检一下哈。头一个就是吼，这个看180应该拢有啦，应该180啊。啊，但西峰哦，差一寡要突破190，我叫他较矮。来，手伸出来，好去。来，干扎一下，干扎。哎呦。哎，他们三个指甲都很干净哎，而且型都很漂亮。来，立正，就检查一下腿，看看你的那个直，看有夹卡暗无，有夹足暗无安尼嘿。哎哎哎，都是直的，好的，可以三个都。检查我检查都应该没办法，各有特色，各有特色，所以讲三个拢符合你的条件的对。安尼你甲看，你来得紧一点。哎，足歹拣的呢，啊，因为三个条件拢足好，无三个敢会赢你？
我唔知道。今仔日是替你选一个对象，但、就是一跟一个闹三遍阿母咧。无安尼好不好？先表白嘛。先对我讲，为什么他们会喜欢我啊？欸、为什么愿意来这里？这个也是道理，对不对？有有你讲吼，你讲叫伊三个钟，有介啊？对方无介，因为我感觉五郎吼，应该是来骗通告费。对吗？来来，还是你啦。好，因为我觉得宜君呢很漂亮，身材很好之外呢，我觉得她有一个很聪明的脑袋。嗯，我很喜欢聪明的女生。欸、而且听说她非常的孝顺。嗯，而且呢，其实我还有梦到她。对，就想说，哎、欸，什么时候？梦境是梦境，就是你的穿着也是红色的，刚好穿红色的。对，但是布料没有那么多。哎呦，哎呦！可是你为什么都没有？我还记得清清楚楚，没有反应给我，没有让我知道呢？因为我觉得我们私底下平常都没有遇到过，没有机会。对，所以呢，今天听到这个贵节目有这个哦，要有联谊的机会，我就自告奋勇。来报名参加，希望能够跟宜君有一个这个缘分。嗯，赞赞赞，今天赞赞赞，这真心呢，蛮中肯的啦。他是实实在讲啊，没讲为着要讨好你，啊，就讲一寡太恶心的话。对对对对对，啊，这有介意啊 ？OK OK OK， 那哎呀，得力得力，王灿，我要听你好好说。你知道我是什么样的人吗？私底下的时候，嗯，所以说。对嘛，很硬、嗯、所以你在我心里面是那种侠骨柔情的女孩，你对人呢不但是非常的贴心，然后你知道吗，以前我们拍戏的时候我常常不是都会紧张会流手汗吗？对，而且你常常都会告诉我说不要紧张，要放轻松。对对，那为什么我会那么紧张，你知道为什么？那是因为我跟你对戏的关系，我才那么紧张。你拜托，什么对戏的感觉？哎呀，手流手汗，那都是表示讲小鹿乱撞啊啦。其实我现在还是在冒手汗。哦，对对对，真的，怎么这样？哎，真的。所以讲，伊拄只讲话哦，讲到拢老手瓜，这绝对是真心的啦。嗯，平常平常不敢表白。对对对。啊，宜君，你听到伊话，你有感动？够小呼呼无？前面一讲的我阁无相信，不过我看伊。流手汗啊，落尾就紧张，我觉得应该是真的。实在久啊，不如去那里表白，安尼即个对啦。可是两个都不错，我想听听看。对，对啊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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要给他机会啊。你先把讲出来，因两个在边当啊。你看真有信心吗？我都因为阮去拍戏的时阵啊，恁去拍戏出外景就对啦。系啊，去倒位？大陆。哦，就大陆。应该是厦门个所在吧？哦，啊，迄阵拍，大家拢因甲咱阮做秀，拢住大同间饭店嘛。系啊系啊。对，大家都住在一起。啊，就是讲哦，拍戏拍了，啊，我等于房间先敷先好啊，啊，就穿一条内裤，啊，就讲准备要休困啊。哎，突然间听到人弄门，你知无？弄门。哎呦，我想讲啊，这个时阵谁会来弄门啊？结果我就去看迄个猫眼，哎呦，看到一个查某囡仔，啊，抱着迄个。迄个毛巾里头壳顶啦，哦，对啊，伊去弄门就对啦，伊来弄门啊，所以我惊一条，我那身躯才洗好着，系啊，小鹿乱撞啊，哇，你话你讲，你恁两个唔免讲啊，真是，一定是，我看到伊，我唔知讲，我是要开门还是不爱开门，你当然开门啊，无你无开门哦，无我先叫内裤啊，啊你开门你落去啊，无啦，我讲你手就落去啊，无啦，所以我就开门，我头就出来一半嘛，啊我讲啊 ，May I help you？啊，他就说他想要跟我那个嘛，体力赌徒啦，你到底是咩？到底是咩？是咩？我爱的体力赌徒啊！他误会我了。我是讲那个我用宫美彩行那个转换器，里面就插头啦，就物件是嘛，这不是做正常的代志嘛？咁是那个啊，就一料。噶今嘛应该嘛是有四五年啊，伊嘛袂闲话。五年，五年哦，五年，五年，插头照阿久哦。哎呀，还是充电要充偌久？所以代表讲，伊和我是吼是一体的啦。我无闲是因为迄阵拍到一半时，我就又飞到上海去了，就来不及还给他。后来没有见面了，因为咱去咱去大陆，因的插头是无共款的。嗯，我嘛跟他只插头尔。啊，我照伊了，我以后我都无得用啊，连我电话都无得卡。阿哥，真的我试一下，伊接我去是情趣用品店。不要不要！哇，今天进步了，我们查这查了，完了火呀！别给我盖小抖一呀一呀一呀！不是啦，我们刚好就一起出去去工作工作，然后去新加坡，然后吃饭吃到一半，然后看我看对面正好有一家，不是、欸，那是我们私底下出去吃饭。哦哦，哎，这不是为了公司哦。啊，不过真的刚好对面有一家，那我想说，哎，这新加坡比较方便，比较没有人。黑呐，阿罗弟弟。
谁谁的安尼娘了？其实也蛮好的，其实很健康的啦。哦，这样子、哦，对不对？其实大家都其实不要心态很健康，嗯、很正确的。哎，三个都条件很好哎、欸，但是第三个袂歹啊、嗯，第三个你看，甲心内插头就你，对不？我有心有我你讲，归期你三个决定一个安尼，系啊，三个到底你要倒一个？可不可以一起走？哎、欸，哇，哦、你真正假行带当你，太难了啦！不是，我个人啊，我是刚刚说，有时候我们的身体是骗不了人的，对不对？有时候身体的接触，它是没有办法攻北菜的。而且我感觉一个家要幸福，男主人伊的体力爱好。安、尼我知影啦，伊、的意思就是讲吼，那没有接触，干那看咩那会知？对啊。啊不，来来来，啊不，你先、啊，你先来。先淡者，先淡者来。当你先惊死，你个嘿，腰背个给水哩，当。你的麦克风要不要先拿下来？欸、你又帮我拿。这句我给你夹你啦，那你就夹那几秒钟来。哎呦！哎、欸，快、哦、点，别顾啦，就快点。不是五秒钟吗？那假戏的，我你五秒钟啊，我有感觉，有感觉哈，有感觉，有感觉，有感觉，这边第二个，蛮扎实，蛮扎实的。好来来，这句我来压的。啊，别紧张，哎呀，哎呦，哦，哎呀哎呀呀，哇，怎么这么多？哦，哎，你以为在新加坡舞厅啊，三天舞啊？哦，你那个哎，现在他抱好紧哦，很紧哦，好紧好紧，表示力气蛮大的。有他刚刚那个亲一下手，真的发麻，点点哦，点点哦，有那个感觉。啊，那今天因为我平常跟他演戏，他刚刚亲的那一下是来真的。因为其实你们没看到怡君，其实她那种女人的羞涩，她刚才其实表现出来。我认识她到现在第一次看到。哦，对，我不是搞明白，我还是拍摄。然后，然后一个羞涩，啊，一个唔捌甲经过伊的手，啊，一个啊，一个啊，一个小灿灿好了。还是要给西风机会啊！还有啊，我插头都还没还他哎。哦，对对对对，我插头接机会，我有落实了。中堂，你给当场看。抱起啊，抱起啊！哦哦，全家抱起啊！哦，哎，手莫叮当，乱乱说啦！哦，拜托个哟！他刚刚在我后面，你对啊，他妈真奢华呢！啊，尴尬呐！尴尬了，嗯，感觉很好。哎，因为我也感觉，咱袂输你咱两个人同款。啊呢？你自己感动不？现在一直在冒汗的啦。第三个嘛，袂歹。第三个，你看身高悬，迄个胸膛都啊，甲你的面啊，都啊大嘞。哇，规个厝的家庭的温暖拢出来。哎，各有特色，因为跟那个国豪好好，就感觉就是我觉得很有安全感。王灿就是会因为我，就是会有转变。哦，那就表示真心的。对他就是会放下他的矜持，也因为哇。愿意到结婚那种。哦，安尼都一样，都一样，都一样，两个请回来哈。不，阿姨不讲哦。哎呦，不讲。他可以让我有多重选择的感觉。哦。可能是哥哥。跟他盖起来。可能是弟弟。刚刚两个到庭啊。对。因为我跟他哥哥雨峰太熟了，对，所以觉得那个感觉很好。嗯。对啊。不是，我跟你讲，阿尼尔还分辨不出来，你跟他淡你啊，最主要就是你要找个男朋友身强体壮嘛。对。来，公主抱一下，看我发多少容易展现查甫人的体力。好来，哦，好，门用下按啊，转啊，转圈啊。OK， 好，转掉不错哦。他跟我讲武功吗？武功吗？我叠都会。有。他体力很好。很好，很好驾驭了哈。哎，是。今天好。我觉得他体力很好。体力很好。嗯。来，对你来真的，王灿，来。哎呦，那是就轻而易举呢。哇！哎呦，哇！哎，这边个第十二个唔起来。我可以说句话吗？啊，可以啊。怡君，请你选我。
哇！啊！吴小恩体力这么好哎！哎，你以为？他都哭了个背开。哎呀，哎呀，其实你是我的。还好吧？非常非常有 feel。严格讲起来，我根本除了郑钧，他比那个好好。还厉害，就是蹲下去又站起来，这是最难的。转个快出来可以了，哎，你莫小看后边那呢。啊，对啊，对啊，嘿，那个都在练重训的。哎呦呦呦！伊反正演搞安尼海嘅。海嘅哦，安尼家己爱注意哦，安全嘿。哦，海，哎呀，海嘅。调角度，哇，这个破开袂输，敢那破小绵羊哎。哎呦，哎。啊！直接进洞回家了，哦，拜托，回家了，对，哎哎哎，哦，哎，这就靠我来喽，哦，今天没败，今天在金牛，新冠个冠，你的体力很好，你起码够就穿嘞吼，还 OK， 哎，三个都不错，再体力够算小好呀，对啊，但是我跟你讲，体力好是另外一回事，嗯，过来考验因呢。肺活量哈，你看有氧弯多突膜呼吸膜哦，心肺功能，心肺功能，心肺功能代表一个查甫人健康啊、欸！哦，这哎、欸、这重要啊，对吧？嗯、来考这点、個，好、嗯，变、嗯、要考，哎、归去啊，念一条歌啦，安尼哦，好，看迄个尾音，看会使纠偌长，哦，好，你是要叫人按照念的。你们叫起来示范、啊。哎呀呀，于大哥，于大哥，你示范好啊。刮弦，刮弦。啊，你唱那个啦。好，别别喝。弹起来登音呢。不用说，为什么？为什么？嘿嘿，一拍的。啊哈，那哟。好啊，好啊。好，来来来。啊。为什么？为什么？为你用那管子没把它砍到死啊！可以示范，你那熊熊都要断开啊！不是，好，不是得先管一点。你后边，你用为什么？为什么开始对吧？无安得用呀！你这买啊，嘿，那砍的断哦，我你讲真正，嘿，就断开有啊啦！你为你砍它断的，你用那叫嘿的气啊！我你讲。我们就以这个论输赢。我这个很难哦，很难。为什么？为什么？为什么？这个一类的，八秒了，几秒？这个一类的。啊，才八秒啊！你唔通为着要测试这段肺活量，抓家己都断开啊？没有，因为我前面刚刚唱太多了，我应该要后面八秒，比于大哥厉害。刚刚于大哥只有我是先关4.3秒而已哎。啊！我按了一个 B， 你看看等哦。少年就一定靠我断开了。来，第二个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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嗯。王灿。为什么？为什么？为什么？为20秒啦，哦，19秒，19秒，你看吗？我本来就是讲也输呢，没想到你目前是19秒最巩固哎，哇，这快发飙了，这个戏看没？来来来，西光华丽啊！为什么？为什么？为就厉害，哎，就这个呀，这个。哇，20几秒，好厉害哦！这个就好哎，这个就好哎。
就好哈、哦，更一个，哎呀，是三个条件拢就好诶啦。嗯，好好是比较是温柔型的，哦、那个王灿看苏文、哦、比较内敛。嗯，那我觉得西风看起来很内敛，其实他是内心他很狂热的，狂、嗯、野。所以这三个如果可以把它综合在一起，那是非常好的一件事。你讲起来是不是三个都没了？你就算没出来啦，因为三个都很好啊。归去靠才艺，查甫人爱有才艺。我觉得男人气氛爱有啦，有啦，对，爱有宅，嗯，对吧？不是宅口的宅哦，宅华的宅。哦，对啊，啊你们该食袂空。嗯，啊这三个演技拢最好。为啥？为啥？哎呀，啊，不过演戏阮大家拢看过啊。对啊，看有啥物才艺无？哎呀，啊唱歌就免讲啊。啊，要够什么才艺？我会唱歌。王灿伊是演员呐，哎，不过我知伊较罕咧听伊唱歌。哦，好，那这样好了，你就来唱一首歌，阿弟就徛伫遮。徛伫边啊？哎呀，徛伫遮，哎呀，阿弟个唱歌吼，对，表示你的诉说你的心里的话，好，啊，较用情咧，系啊，好，吼，看可以会感动袂安尼。I see you. I see you.赞，你来看麦，这个赞，这个有当时啊温柔甘霖，有当时啊个性感流露。你看、欸、不是，我真的觉得他是。你有点陶醉哦，是不是？谁讲的啊？真的。哎呦，哈个出六十多啦。有一点点啊，因为你想不那股 I see you， 我干嘛跟他冰淇淋融化了？啊呢？对，我觉得很重，而且。他绕着我的时候，他绕着我的时候，后面有很多小动作，你们没有看到。我知道，因为我跟他同喵哟。没有，伊都安尼，安尼一出，哎呦，哎呦，我就觉得有那种被爱的感觉，哦，被保护的感觉，对，哦，安尼好啦，安尼不错，你很棒哎，早一点跟我讲嘛。可以啊，可以啊。现在还来得及，现在来得及，对吧？现在来得及吗？是啦，哎，不过今嘛，你嘛是要给其他的人机会啊。哎呦，对啊，别人看你啊明显啊。对啦对啦。反正人别人骨靠有才华。袂啦，卡叔哥一来到我脸前后，我看到你脸后，我嘛就欢喜。好，那我们下一个好了。好了。讲话就比较干脆，拜托哎。那对啊，要给。把人机会啊！对对对对对，其实唱歌无遗憾啦，我是要做物件，我做正位。你好，主角。嘿，因为你今嘛学护肤，所以我带来的是那个冷食，日本料理。那我很想赶快来看看，哎呀，日本料理，怎么样？哇，我最喜欢吃的，嘿，一定要有金刚护卫。来看一下。哎呦！哦，真像日本料理店。专业啊，边呢？嗯，我做。我今天的主题是迄个亲子那个寿司。你卡萨迪比狗打工就是在寿司店。是啊，我底下做要两三年。啊，一开始时，迄个师傅刚刚要给我切肠啊，切半年。哦，刚刚切肠啊，切半年了就。辛苦啊。对，很辛苦。很快出来，真的是有功夫诶。这是飞鱼软哦。哎，豆卡。哦。啊，像豆卡。你要不要甲崩这里搞好？哦。哎，雕花你看，我就专门也要雕花的。哇，刀法利落哎。我主要是被隔顶管的皮下雕。是安尼的雕花，你这边落来吹的 ，K K 啊。梅兰博，你的专业不是伫遮啦。哎呀，我唔知，我想讲伊的雕花。雕花呢？这个是鲑鱼蛋。哦。这个那就是囡仔同款。哦。嘿，啊，我做这我就是爸爸。哦。所以起码就是欠一个妈妈的呀。哦。要有型无型，就是欠妈妈了。哇，这艺术家明显。嗯，我都去我妈妈家。哇，你看我多感动啊！哦，你有看到酷塞？嗯。手好巧哦。嗯。这可见他真的是做过。对。哎呀，我不可能哎呀。而且你看他摆盘。他还注重那个色香味。日本人的从这寿司拢用手安尼捏捏捏。对啊对啊，因为手温度啊，注重卫生。因为膝盖问题，所以我刚刚做浙江的。哎呦，对对对，哇，好厉害啊！哦，我唔知你嘴遐大诶吼。
真的非常好吃，好夹哦，谢谢。贾哥，我知道那个层次，我感觉那个软在我的口腔里面蹦蹦跳跳。哎呦，那个软还在蹦蹦跳跳。因为你咬了也燥嘛，对，那能够抓住男人的心，先抓住他的胃嘛。对。相对的，女人也是。赶快嘛！我决定叫你要推跳的查甫人，我觉得那个幸福是加分的。对，安尼哦，安尼都一样，都一样。嗯，大刚做你不了，你有你吃，好，你拢没出去外口吃。他也很棒，但是我觉得还是要给好好机会。哦，对啊。伊今晚去准备一项绝杀，安尼，伊要点头功夫，你看。你甲看看完好未？看完好未？来，甲叫出来。来，今嘛耍嘞，就是孙国豪带来绝杀康秋刀。哇，怡君啊，你有看到这个身手保护你绝对，哎，这样强呢，他拳拳到位，虎虎生风，而且他滚拍出来真正有风。对，伊迄那个马步，他扎得很稳稳呢。伊龙飞凤舞的片头那不是可以跑？做做看，解放了，不会倒吗？可以做。哎，真的很扎实哎，扎实吼，够心冷的呀，看嘛。很强的哦，要听于大哥的话。对，好，拍谁拍谁。哎，他真的有练，他是真的会。你其他今天是也在分分秒秒保护你安全的人。三个各有特色，来拜托来，来垫脚。我真的很难哎，一定要选一个哦。哎，双击垫脚。好吧，到底三个要选谁嘞？好，2014爱你一世侯怡君联谊会，到底是什么人会使得到侯怡君的芳心呢？3、2、1，请选择。啊！哦！哇！哎呦！哎呦！熊抱了，是有原因的。什么原因？什么原因？王灿，我介伊就熟诶。哦。啊，个性本身大家拢就了解。嗯。啊，伊虽然就精诶，要唔过我感觉我有好多融化伊心，控制伊啦，就是可以驾驭得住，听无去大富贵迄种诶。要唔过虽然我选王灿。啊，不过我还是要给其他人机会，所以稍等一下。我觉得除了王灿，我还想选西风。哦，这个你不了，你回家。对，因为西风其实就勾引哎，可是他的内心是很多很多想法的，然后他是胸怀大志，日后他的发展是很有空间的。以后一定成大器，一郎宅就后哎。可是其实如果真的要我选的话。我有机会还是会选好好的。哦，为什么？独家一套功夫已经保护伊了。因为我感觉伊给你收尾表演虽然比较内敛，但是暗暗内含光，我觉得他是让我深不可测啦。就是觉得说他有很多很多内在是还要时间去了解挖掘的。你讲几波嘛是拢三个拢要滴。嘿，我一直讲三个拢爱用伊咯。三个结合体吗？你爱问咧，唔能播啊！我带三个来，你三个拢要滴啊！我连刚带十个，你嘛十个拢要滴。不，这三个多拢是，他们各有特色，刚好是我很喜欢的。如果可以把它结合在一起，那多好啊！不是我咧讲，要叫临时店家决定也是无法度。对啦，太难。恁家己去参详一下，互相留电话、地址，用的吼，看你介意安怎约的。三个人条件这么好对吧？所以讲啊，这个选择啊，其实要选给观众朋友看。哦，真正有心想要追侯怡君的，赶紧来哈！所以讲，2014爱你一世侯怡君联谊会成功。